12万啊！好的，12万啊，不能骗我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智。兄弟们对这个地方熟悉吗？这个地方就是小智之前就是公司的一个地址啊，不过这里呢咱们没有租了啊。然后今天我们去找房东啊，把这个退房的手续办一下。我觉得凡事有始有终嘛啊，因为租的时候是助理帮忙办的，其实我都没怎么来过啊。但是房东家我是去过的，他家就在楼上，我们上去。很怀念的，有点，我也是，是吧？咱们的之前也是在这开窗，咱们之前的这个小仓库，还有我们的料子。Hello， 郭姐。来，老板，请坐。好好好，虽然说租了您家的房子，也是，很少有上来。是啊。那你们家是做贸易的是吧？是啊，红木那个油木的。哦哦，那早期了是吧，姐？是啊，早期了。啊，那你们应该赚了很多钱啊，那时候做这个木头。哎、这两年嘛，也是有这个疫情啊，也赚不到钱。哦，你们是就是，就跟翡翠没有搭边是吧？没做翡翠啊，只是听说而已嘛。嗯嗯。那可见我家也摆着两款啊、嗯，你帮我看一下嘛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姐，能不能卖一点钱吗？可以啊，可以赚一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那你等我一下啊，我过去呢，你帮我看一下啊。好好好好好。这个家具也是红木的呀。啊，是啊。就是您的这个就租的房子的，我们顺便把这个合同给他，就后续的这个我们给他弄一下。我们是有27000的一个押金嘛？啊，是啊。是吧？是啊。然后您看一下，然后就说要有没有些什么费用，您扣一下，然后我们把就手剩下的这个手续给它办掉。早上我下去看了一下嘛哈、啊，有些是那个墙花了啊、嗯，有些问题是那个电线一个也坏了、啊，然后那个灯也坏了，啊，都是你们弄坏的嘛？啊，对对对、啊，可能就是我们弄坏的，就是到时候你看该就是扣多少钱，你扣就好了，这个没事。啊，对对对对是是。有些是灯泡烂的烂啊，嗯嗯，有些墙花的花啊，嗯嗯，这个到时候还麻烦您弄一下，哎、对对对，没事的、嗯、有些水管呀、啊，是、嗯、吧？这些你我估计一下啊，嗯、大概的扣你们3000块行不行？行行行。然后还有一只凳子，那个凳子我就买了1000多了。没问题，姐，这个没问题，可以的。哎，那就这样办吧啊。可以可以。那麻烦你帮我看一下，过去喂、我又不懂这种人。是不是这种是那个你们说的那个翡翠嘛？对对对对，翡翠原石、翡翠毛料嘛。哦，是啊，这个是毛料，我又不知道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哎、这个不错哎。啊，能卖多大一点嘛？厚浆的一个小色料啊，我一个一个看看啊。哎、好的好的，我不急，你慢慢来啊。兄弟们，这个料子啊，哎，墨西沙长口，一个这种我们讲的苦瓜丁啊，就很像苦瓜啊。那个是墨西沙酱。墨西沙酱。叫我们汉人话是叫叫、嗯、啊，墨西沙叫。哦哦，啊，郭姐你棉也还是懂得很多啊。哎呀，一小点嘛，我一直是待了的，20多年嘛。那挺久了，那挺久了。啊，嗯。可是你帮我看一下，值不值钱？这种我也不懂，看一下。这个我先看一下嘛，啊，姐我先看一下。来，兄弟们，大面积这个脱砂，大家应该看得到。那么基本上这种料子啊，就是说脱砂的这种部位呢，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也是嘛，界面级别了，看到没有？这种东西就不用开不用擦，我们也能看得清楚了，知道吧？这个种水肉质是非常不错的，净度很高，啊、嗯，而且这种料子呢，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这种蓝水的一个感觉啊，它比较偏蓝一些啊，自然光肉质完全是发黑，有点像墨翠了啊。但是这种料子呢，我们可以称之为蓝水。但是真正这种东西种好呢，它起的那种界面啊，就正儿八经很舒服啊。就可能这种，室内看的话，它微微有点发黑，但往自然光就是太阳光下一升啊，哇，它那种珠光宝气，它那种绿色的那种光泽就立马就翻出来了，嗯，很舒服，是吧？姐，那这个料子你是想卖多少钱啊？就心里面有一个这个价吗？小时候我也不懂啊，这个料子你看着给我吧。看着给是吧？啊、那10万块钱吧，姐。啊，这个料子能卖10万？啊，那就看着给我吧。看着给是吧？啊。姐，您是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吗？翡翠、啊？一点都不懂，过去我没做。哦、啊。
我一直摆着，我没有叫别人看。嗯。而且是别人，我又怕人家摸我嘛。嗯。我看你挺能是吧？所以我今天我就喊你。我以为。我以为你们还是、嗯、就不管怎么样还是懂一些的，知道吧？我不懂，我就我没做，其实听说嘛。就还是主要是做木头这个。啊，对对。嗯。我看你挺能是，你就看着给我嘛，是吧？那这样子姐，那这个料子我再给你加2万。啊，这个料子反正加2万。对，再给您加2万。啊，哇。好的，我就卖给你。嗯嗯，卖我是吧？啊，是。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，姐。啊，好的。不能反悔哦。啊，不能反悔。好的，好的。对，因为其实说白了，姐，就是您不懂那个情况下，我是不会说哎仗着你不懂，然后去刻意的杀你价，知道吧？但是其实说白了，你能这个价给我，我还是感谢了，非常感谢。嗯。可以吧？那就这么说定了 啊, 啊。好的，好的。12万啊。啊，好的，12万啊。不能骗我啊！那肯定不会。哎，我是不懂啊，我看你挺老实的啊，所以我今天就喊你过来嘛。可以，谢谢姐，谢谢姐，谢谢姐。后我有料的话啊，我就去在哪个缅甸那些朋友啊啊，有的话我就叫他们联系。可以。我就拿来给你看。可以姐。那我们再看看这个，好吧？哦，这个也是过去我去那个缅甸啊，一个朋友拿过来的，你帮我看一下，你们得卖一点钱啊。哇，兄弟们，这个小色不得了哎！这边是一个小桥口、小断口，这我们看到没有？这个断口部位，我们很明显的是能够看到它色是进了的，看到没有？压灯，色很辣，而且种很好，看到没有？这种部位啊，自然光肉质发黑，我们压灯上去呢，小荧光，就它很深邃，肉质很细，种很老，可能是不是有点拍不出那种感觉，是吧？拍的显得有点模糊。因为它面积比较小，就正儿八经小鹅金的色料了。哎，这种小色盲，这种皮壳，兄弟们舒服。哇，这个是真正的薄冰洋绿的料子的，种色都可以说是极致了的料子。这种有没有可能蟒色？有可能，它全身都是蟒带，看到没有？皮壳很老道。姐，那这个料子，您就说真心想卖，哎，想出的话，那我直接给您一口价了，还行不行？哎，好的，你看给我多少嘛，小弟？这料子。直接一口价钱13万。13万。对。哦，那就卖给你啊，这个翡翠那么值钱吗？那就你帮我收把我收起。可以姐，那我就拿下了，我要了。啊，好的哦。那就这么说准了。啊，好的哦，那么值钱吗？我都说以后我做那个红木我都不想做了，我都心动了，做这个翡翠嘛，就是这么小的东西卖到13万。其实翡翠啊，我们就行内人讲的，就是说不，主要还是不看它的一个大小，主要还是看它的一个品质，舒服，兄弟们，这料真舒服，真漂亮，真的舒服嘛。还有一个，我看一下，还有一个，你再帮我看看这个嘛，这个是开窗的啊，这个是开窗料的，我又不懂，这个是朋友拿来的嘛。哦。这料子，兄弟们，一个黑石头，真正的这种老磨完机、老长口的料子了。哎，不是磨完机，兄弟们，这料子真正我们讲的南磨，有点天空蓝底的感觉，看到没有？但是它是属于什么？它属于整体，就是说有一点点这种小蓝琴的一个感觉啊。这料子有着味，这种料子其实就是品质的话也是算不错了，姐。这种东西，这料子是盘手镯做手镯的料子啊。姐，那这个料子你想卖多少钱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小徒弟。您卖多少钱吗？你看着给我吗？我看着给是吧？哎，也是挺老实的。我过去嘛，我回国的时候啊，我去那个矿山，我回来才有一个星期的。嗯。我一个很好的姐妹嘛，她送我的。哦。啊。也是缅甸朋友送的。啊，是啊，她是送我的。那这个料子来一个吉利数字，好吧，姐？啊，好的。这料子直接一口价8万8。8万8。嗯，你看行不行？哇，这种石头都能卖到8万的。那行啊，那就成交了啊，那就成交啊，好的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姐。嗯，好的，好，来，兄弟们，我们再看看这个料子，一个南磨啊，南磨啊，大面积开窗，那么整一个肉质哇，这个大面积的这种肉窗，你看肉质是吧，品质这个是看得到了啊，其实这个料子，兄弟们，真的舒服啊，很舒服，是吧？也谢谢姐了，那非常感谢。没有没有，我都应该谢谢小弟啊！啊，你今天照顾我那么多生意，我都不知道这个翡翠啊能卖那么多的价钱。姐，这样子，小弟，这样子啊，就是，你以后啊还有这种料子，或者是你缅甸那边朋友有什么料子，你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过来看。好的，肯定，小弟，我看你，
挺老实的啊，我第一个我就联系你啊，小弟。好好好姐，好。我今天太高兴了，以后我不做那个红木家具啊，那个什么油木啊，以后就不做了啊，以后我就专门打电话给我朋友嘛啊。嗯，其实这两年确实这个木头不太好做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之前我又不知道这个翡翠的那么值钱，我看你挺老实的，我今天我就把拿来给你看。其他人没个人都没有看到，我又怕人家骗我吧，而且我又不懂。谢谢姐，谢谢姐，谢谢姐，不用不用不用啊。那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合同签一下，然后算一下账。哎，好的好的。本来今天是兄弟们，本来今天是来领点退点这个押金的，结果又花了钱。不过真的谢谢姐，咱们确确实实捡漏的料子了，好吧？是啊，我今天我认识你小弟，我很高兴啊。今天我还得进钱嘛。进钱啊，是啊。以后其实可以多多合作的姐，的你有这种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啊，以后我肯定的啊，我一定会找你啊。好好好好好好。然后我谢谢你啊，今天还帮我照顾我生意嘛。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姐。行，那我们把这个先弄一下，好吧，兄弟们，那咱今天视频啊就先记录到这里。想不到今天还有意外收获，真的谢谢咱们。前房东啊，郭姐，好吧，兄弟们，那小志记录视频不易啊，希望所有路过的哥哥姐姐们啊，给小志一个点赞，好吧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啊，拜拜，拿下笔哦，姐。哎